主料，鸡蛋两个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面粉、青椒、葱、蒜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面粉和油凝按2:1的比例，用温水调成糊状，加入少许盐酸、葱和青椒芡末，鸡蛋两个打入碗中，加盐调匀油热后的入面糊，快凝固时放入蒜、青椒和葱末，淋入蛋液至稍微凝固，外面煎至两面微黄即可。香喷喷的蛋皮出锅了。烹饪技巧，这个形状可以随意卡，绝对的有新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